欢迎回来，我们的弓箭手们呢、啊？这一次我选的这个是 Ice Lord， 它是一个冰雪的主宰。我想说，他现在是要丢什么长矛的？丢！哎呀，过头过头！哎呦，你看这就是这是什么？叫炮？这算是炮竹吧？对不对？哎，没有中啊！丢！丢！哎呀呀呀！得物啊！我应该要在下面一点。差不多了，哎呀，爆头是有 ，shot， 快点起来！哇，被炸到了，好的，十五，嘣，一路滚下山 ，finisher， 哎，我在看我的必杀技，哎，这不太高啊。哎呀，过头了！哎，至少过关了。耶、yeah, ，瞧我开心的样子哦。Epic win！ 换个角色啊，这个什么？斧头吉他，斧头电吉他。那感觉也像摔跤人员吧？哎，准备要丢。要丢高一点还是丢低一点？哎呀呀呀，没中，应该要十或九吧？这是什么？这狗狗啊？它怎么在放屁啊？对，哎呦，不行啊，应该要十二或十一吧？哦呦，这只狗可以加速哎、欸！哇，爆头！斧头伤害很高，哎呦呦，哇塞！你可以再扯一点哎、欸，啊不行啊 ！Finish him！ Oh no！ 不要不要不要！哦，哎、欸，好险，斧头 ！KO！ Lose！ 可恶啊！看一下还有什么角色、啊，不行，我要血池一下。这次我对的是这个丢猫咪的大妈。来来，准备好，是我的斧头。哎呦，哎，我差一点啊！啊，丢斧头，丢猫咪，哎呀，是猫咪，猫咪爆了，是我的斧头，哇 ！Headshot。可怜的猫咪啊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嘣 ！Oh my god！ 哦，插到我脖子里面，哎、欸，来，接力哦！吃屎吧你！哎呦！啊、放开那只猫，放开它！嘣！来丢高一点，下面点好了。哇、啊！对哦。最后一集了，哎、欸，你居然还活着！哎、欸，没丢掉哦，哎、欸，换我喽！啪！受死吧，阿妈！欺负动物！哟！啪！Fatality。耶、yeah, 嘿、hey ！啊，成为 VIP 啊，要过。我们换下个角色，这是什么？喵喵喵！哦，它是，它有点像是，要算是忍者女学生吧？哦，点一下会变三只哎，我们试试看，是苦无吧？哟，哎、欸。最后一次就打他脚，伤害一点点。Bullseye， 又要丢铲子了。哎呦，怎么那么准啊？上一点，咻！哇，滚下山吧你！Oh no， 伤害好低哦。哇，哇塞，太扯了啦！
哦呦，爆头！ Headshot. 哎，好险哦！哇 ！Headshot， 滚下去了！这山脚下怎么打？哎呦，太惨了吧！算了，放弃了。Finisher. 啊！哈哈。这只攻击力超弱的，一只变三只，攻击力超级弱。哎，不行啊，我要血池一下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啊，这次换南瓜头啊！来来来来，分叉！哦呦，中了中了 ！Bullseye。哎呦 ，Oh my God！ 再来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这次中打到头了哈、哦！哎，好险没中，再来，是丢高一点。哇哈，一次中三个，没有啦，两发。Oh yeah！ 最后一集了。那必杀技就这样，没有特别招式啊，还不错啊，至少又过关啦，哈哈！喜欢别忘了订阅啊，先这样吧，拜拜。